OK。白纸啊，那你看我手上有东西吗？没有啊。好，仔细看那张白纸啊，把它折起来，然后再折起来。当我折到这么小的时候呢，我只要晃一下，瞬间就可以变成一张大圆大钞一张。是不是假了？大家看懂了吗？仔细看这枚硬币啊，怎么啦？把它抓过来之后呢，它瞬间的消失。在这边，这边也没有哦。啊？硬币呢？哎，硬币其实在这里，你看，空气当中一装，晃过来，然后呢丢上去，抓住它，弹个三指，哎。OK， 太厉害了！大家看懂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硬币成玻璃杯，你相信吗？不可能！看好了啊，在这个位置，三、二，直接晃过去，你看。真的假的？你学会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So beautiful。仔细看这枚硬币啊。往上推呢，它就会往上走；往下推，它就会往下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如果我们先把它往上推，然后再往下推呢，你会发现从这个位置硬币就可以直接下。哇！如果我们先把它往上推，然后再往下推，啊、这个位置硬币就可以直接消失不见。真的假的？今天你学会了吗？双击两个数。仔细看这个戒指啊，怎么了？从这个位置把它拿下来，干嘛？瞬间消失不见。戒指呢？哎，抓过来啊，丢上去，你看，哎，它就可以变回来。Okay, I understand, you understand. 你学会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你相不相信我可以用这个圈穿过这条绳子？不可能。看好了，三啊，二，一，穿过去。哇。三二。一直接开去，什么你讲啊？你学会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我用这个碗干这颗球，然后再用这个碗来干这颗球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看好了，把这个拿过来，丢过去啊！你看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魔术每天学一招，千万别眨眼。这一张扑克牌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把它折起来，折起来啊！好，在这个位置，仔细看，三二一，让我轻轻的晃一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看，这里有两张断开的卡片，怎么了？看好了，从这个位置，三二一，啊，直接连起来，你看。啊三二一，直接 OK。He only was pulled. 这个魔术非常的神奇，连科学都无法解释。科学？你看好了，把硬币呢放在这张纸里边，然后呢把它包在里边，这样，然后把它折起来，折起来，全部都折起来。怎么了？你摸一摸硬币在不在？在里面啊。看好了，硬币在里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位置，三二一，直接消失。你看。直接消除一点哦，你学会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Everyone, 仔细看这张扑克牌，怎么了？它可以瞬间的啊，悬浮在我的两手之间。啊！它自己在动啊！对呀、啊，你看，真的假的？大家看懂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，千万别眨眼。仔细看这个香烟啊，把它放在我的手中，啊、瞬间消失不见。哇！不但如此，它可以瞬间变化。啊把它放在我的手中，瞬间消失。不但如此，还可以瞬间变回来。真的假的？看懂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千万别眨眼，我这里有三团橡皮筋，红、黄、蓝，看到了吗？现在把这三团橡皮筋收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它呢放在我的手中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轻轻的晃一下，你看，瞬间三团橡皮筋连到了一起。Look, he's so funny. 双击键关注，每天学魔术。